内爆料王一博代言效果。前几天，某品牌业内爆料王一博代言效果，合作一年数据评估，因为王一博代言，品牌整体声量有很大提升，销量更是提高了20%。作为出名的小金猪，他必然是各品牌争抢的对象，所以竞品在他这里无缝衔接是家常便饭。比如安慕希无缝衔接纯甄，燕京啤酒无缝衔接雪花勇闯天涯，悲剧熊无缝衔接吨吨桶。最后展示的是四 A 第三方数据平台专业代言人评估体系，从四个维度评估的王一博商业价值实时监测数据，随机截取了9月27到10月7日十天的数据，对比内娱 TOP 10均值，可以看得出始终是遥遥领先的。